所以不要去求啊，养不出儿子，一定要我要个儿子，要个儿子生出来，你看，明白吗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俊宏台长，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台长，谢谢你那天到我梦里来加持我，感恩你。台长，我想问我的父亲盲人。什么？我的父啊，过世的父亲。啊，亡人。盲人叫什么名字啊？苏天颂。苏联的苏，天上的天，送礼物的送。苏天颂。苏，对。什么时候死的？2005。你的父亲啊？对。已经在天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要难过，啊！我告诉你，蛮好的。你爸爸性格特别温柔，特别善良。我看到他非常善良，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，你看，是，看到没有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以为人死了就没了，还活着的。我告诉你，他完全看得到我们，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见他们。你自己好好的努力吧。知道，台长。啊？台长，我这边上是谁啊？我姐姐。你姐姐啊？对。你妈妈还在不在啊？我妈妈还在，台长，我能不能问我妈妈？不是啊。你现在这个父亲，他告诉台长说，叫你妈妈要放下。你妈妈现在放不下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妈到现在还经常想念他，啊，经常拿着他的东西哭，啊，这样的话他在天上待不久的，不可以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台长，这样我们是不是还要念小房子给父亲吗？要给他念念，再给他念90章就可以了。90章好。好吗？90章最后我让他去看看你妈妈就算了，好吧？你妈妈不能这样的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她在天上待不住啊，天天叫她名字很不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台长，我能不能问我妈妈？只能问问有没有灵性了 啊！你刚刚问了一个亡人是吧？对。啊，再问一个吧。谢谢台长，我妈是48年老鼠的。48年老鼠啊？对。想看什么？他的身体健康。你妈妈的骨质疏松，关节都嘎哒嘎哒会响的。对。你妈妈人挺好，脾气不好。对。你妈妈眼睛也挺大，但是牙齿非常不好，记性很差。对。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肠子有点问题。像我们要大肠有问题，叫你妈妈赶紧吃素。我妈吃素很多年了。已经吃素很多年是吧？但是肠子还有粘连，她有便秘。对。好了，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的。要多少张彩长？小房子叫他经常念，一个星期就多念一点。我们念能吗？他没有念这个法门的，他是阿弥陀。学其他法门的。对对对。那就叫他其他法门好好学下去一样的，好吧？但是呢，这个法门呢就是比较快，啊，其他法门我不知道。反正都是很好，反正所有的法门都是救人的，都是很好。那台长，我们能帮妈妈帮妈妈念吗？你赶快帮她念吧。几多张小房子？65张。你妈妈的颈椎歪的，腰这个歪的，听得懂吗？赶快了，赶快了。台长，我问你。台长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你，我12月能拜你为师吗？
这个要看图腾啊、嗯、你好好念经就能办好吧，你好好念经啊啊、哦、嗯，你申请了再说了啊、哦、小姑娘乖乖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大家都这么善良，这个世界哪会有争斗啊，